雅马哈高端 VS 卡瓦伊高端对比，雅马哈音色明亮通透饱满，有较强颗粒性。卡瓦伊音色柔和含蓄，音色整体层次感比较强。手感对比，雅马哈手感轻快，机械反应灵敏，回弹迅速。卡瓦伊手感轻快，机弦距方面是比较让人称道的部分。外观对比，雅马哈外观简洁大气，主 W 系列大琴，少有大谱架外观的型号，弯腿造型也较少。卡瓦伊外观线条硬朗，简单不失典雅，也是以直腿造型居多。价格对比，雅马哈价格一般来说同等定位和高度的琴，它稍微更贵一些。卡瓦伊价格一般来说同等定位和高度的琴，它稍加便宜一些。关注我，学琴不走弯路。